蘸雀巢怎么样？就要怎么样？柠檬茶。本是同根生，他们就讲香煎牛小排。这是剧组哦，那男女主角哈、哦、休息的位置坐隔壁，啊，两个好勤奋向上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好像在研究电脑，两个都啪啪啪啪啪在那边打。然后呢，我在他们身后，他们还浑然不觉哦。哎 ，OMG 啦，他们两个就坐隔壁哦。然后呢，这边哦谈情说爱，晚上要吃哪里呀、啊？可是你老婆不会介意吗？哎呀，别。然后我如果默默离开，搞得我是小偷一样也不行嘛。那所以撑死了我就。一人一台电脑在修改表演，那得。我讲的有没有夸张之处？你们剧组是不是常常就干这种勾当？这边的男店员也是啊，去取货，然后他们很习惯摇一摇，你知道吗？摇一摇，然后就交给我，然后跟我说他也有买这个。嗯，为什么？我尴尬死了。真假的？你买什么？没有，他包裹是帮我老婆买的情趣内衣。买那就表示他知道我买的，我们管委会的成员都是男生哦，啊，我们有群组啊，快去顶楼看。哎，有人在顶楼穿比基尼，谁要去？我加一，因为我们现在组委是 PO 嘛，啊，所以 PO 有时候会传讯息说晚上9点哦，新的瑜伽老师露奶的。哎，瑜伽本来是女生在学，结果回去全部都爸爸。单听声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单听声音会误会的。你听声音，我要吃你了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，我要过去了。哪里打开？你在下棋啊？不要再阳台下棋了。我其实是很喜欢露营的，但是这一刻我想去拜访里长。I have nothing to say 啊。我要什么？我要吃你了。那我一个同事也是，哎，那个柜子打开，他的乖乖又没了，乖乖好气哦。哎，发文我知道是你在投资，那个你是谁？没有啊，他就在乱枪打鸟啊。我知道你在投资，看看谁知道。五分钟后，他老婆回讯息，老公对不起。我跟你讲，以前那个课本里面都写那个百步蛇，嗯，对，为什么叫百步蛇？被咬到你走100步就会死，对。啊，我们有一个阿伯哦，哇，很聪明的，被咬到以后就走99步就不走了。后来很倒了，被送去医院。阿哥，根本够我。没有，有，还有民间流传什么遇到眼镜蛇，它咬你的时候，第一个动作打掉它的眼镜，它就看不到你了。我一个朋友就是住新海隧道那附近，然后也是 Chris Cole， 哎，他站在隧道口那边，吓死人，很敢睡。蛋糕一定吃不完，因为就是那个推出来那么大，那是一种感觉嘛，一定吃不完。太大啦！最后想说把蛋糕扔去垃圾桶又浪费，所以我们的马斯直接把头哦压在蛋糕里。你怎么可以把妈妈压在蛋糕里面？蛋糕真的有用。蛋糕真的很棒，对，可是很可惜你放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吃，还什么把它压下去，你在唱蛋糕瓦鼓，母亲节就压妈妈，父亲节就压爸爸，他妈妈爸爸要钱还钱，对耶，没有在留。因为我跟玉林哥都是嘉义，我过年都会，我们三个都是嘉义，对，我们都会一起聚会吃饭，然后他就在我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我跟玉林哥吃饭，然后他就开始问一连串跟玉林哥有关，说，哎，玉林哥真的好笑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说，哎，玉林哥之前不是有什么名人找名人啊，什么外带空，什么这些空，有我好笑吗？叔叔是开餐厅的，他说，哎，叫玉林哥来这边吃饭，我请他什么什么，然后说，啊，好好，再帮你跟玉林哥讲，我是这样没错，但是我也没有那么爱这样，我回嘉义一下车站，每个人玉林哥。这样子哎，一路走回家。阿公就是要帮自己澄清嘛，他有解释。忘记别阿公嘛，是直接干讨价，拢叫因某俩就是。阿公就不是真的在讨价，阿姨买公金句，阿公也会讲金句哦。我来讲啦，查甫人千万莫在讨价。
头前无车唔对啦，我唔对一对，我唔对，我本该互你抓到啦。爱讲查甫人，敢若分两种啦，一种是会偷食的啦，另外一种是偷食还袂叫人抓到啦。当每天哦，阿你阿勇，阿勇有够衰，真的阿伯偷食衰，都还没有被人抓到。对啊，呼吁阿勇啦，把事情哦讲清楚，讲清楚说明白，选票自然来啦。我把这影片给那个阿勇看一下。他们叫阿勇来上节目啦。和解，小钟在讲真好笑啊！回家啊，亲戚一样都问他嘛，啊，你这把年纪的，你不赶快找个人结婚，你就随便找一个会怎样？他说阿贝，我很认真找都找不到了，我还随便找。阿贝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烦恼这种事啊，反正我相信哦，最后都会一个人在等我。那个阿贝说，对啊，阎罗王。买彩券哦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 people。嗯，好，但也很极端的做法，我之前讲过啊，他不是每次买那个彩券，然后都供奉在神明桌。哎，好几次都给他中，只是一次不中而已哦。哎，这个人偌要求呢，他拿那个水壶啊，里面装冷水哦，去淋那个神明的头。你赶紧被他清洗。行吧，结果下一期又给他中了。哎，不是假期呐。对啦，老公真的会这样了，因为很闲哈，老弱妇孺走路太慢，是他们就走很快。所以你们的问题在于你们的老公太年轻，像哥就不会。因为我老婆跟我女儿，哎，两个人健步如飞呢，啊，我要追他们都有点困难，我到了，哎，你不走慢一点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我帮你老公算过前世今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头会发光？他不是说25岁那年一阵风吹来，头发就不见吗？原来他前世哈，小梦老师跟我讲的蒲公英啊。你精细良起蒲公英啊。吹拐讲得好，就是啊，植物修行到流为人。因为每一次结束之后，我们那种老婆的场，然后到楼下，哎，你怎么去？我老公来接我。然后下去的时候，然后每个就说，哎，我老公来了，我老公已经在下面等我了。然后我下面就是一阵风跟落叶。打电话啦，哎，那有点凄凉。我在打电话，怪不得有一次我在下面遇到妹，然后大家都被老公接走，她一个那边东张西望，她也爱面子的。哎，老公，老公。然后消失在夜色当中，也没有人来接他。真的，你待会就知道了。叫人家喝酒，医生叫他不要喝酒，他就把酒拿来要给我喝。你爱要健康，我不用健康了。他老公居家生活最大乐趣哦，他刚讲不是要脱内裤，脱内裤干嘛你知道吗？为了他干嘛你知道吗？去套他的头啦！我就觉得他这个很烦，不拿自己的内裤去套咪咪的头，他穿的是三角裤，他就裸的，然后我就觉得他穿的是三角裤还是四角裤？三角都，因为三角比较好笑啊，三角至少你眼睛还会露出来，四角你就看不到。那个已经不是好不好笑，是卫生问题，我不喜欢。就这样。可是你也要负一半责任，因为我也亲眼看过泡套你头的时候，你也没生气，你自己。